我打开门开一下，留一旁给我喘气一下。本来是这个时间是秘书长的时间哈，那么你知道最近所谓扫墓的时间到啊哈，啊每个家族安排的时间无同哈，有的拢提早哈，像我搁提早搁较早，我即马咧过年哈，正刚咧学日本的这个年啊，我农历的1月1号。我甲改做扫墓节，迄个时间伫我南部未落雨，啊天气阁足凉的吼。我会记阮爸爸伫的是，我有咧甲讲讲，爸爸咱是毋是来改农历个过年吼，来扫墓？伊讲袂使啦，迄个爱照旧历啦，新历无熟，旧历无灭安尼啦。我刚才讲过了，但是我尊重我爸爸。那么三年前我爸爸过往，就我自己可以主导，我就把它改了。以前我也跟我的亲族说，我们来改农历的，不一定1月1号，你初二、初二、初三，就大家约时间，约个会好些就可以，就反正那几天休困嘛，所以我这几年就拢改，那么初二、初三这几天吼来扫墓。那么咱来学日本人，日本人会较进步，因明治维新了吼，因的理念就是要脱亚入欧。脱亚主要就是讲脱离汉民族的迄个儒家思想。这个儒家这个思想吼，因咧讲中庸之道。但儒家有真侪足古板、足封建的这个思想，甲咱人的地位思想拢绑死绑掉了。那么你看，日本明治维新了，哦，因咧进步较紧，吼、哦，短短时间内变做亚洲第一强国，连大清吼甲午战争也建树，日俄战争，俄罗斯吼、哦、那个。苏联哈马苏啊哈、啊，所以日本脱亚入欧，欧美的这个精神，哦，学了真成功。啊，所以另外一年过年的日期啊，已经拢脱离较早汉族的影响，所以因咧过新年是过西元的1月1号，哦，因咧过新年。那么欧美人因差不多圣诞节就开始咧过年啊。等你准备要迎接新的年来到，好，结果咱台湾受到汉民族的影响，咱到今嘛，还搁咧过这农历的节日。那么我甲我想法哈，直接分享给大家听哈。正港的过年是西洋历哈，就是西元的迄个元旦哈，1月1日一段时间哈，叫做新年，迄正港的新年。你看全世界，1月1号元旦，吼，拢咧办年会，对吧？连台北市这个101嘛咧办年会，迄是正港的年，正港的新年。用旧历年，伫即马这个科技的时代已经不符合啊，吼。那么过来就是我咧讲农历的过年，我甲变作扫墓节。那么西洋历的4月7日。过去咱拢讲叫做啥？愚人节，对不？但是咱将来咱民众之前，吼，义工迄天，咱来改做日本帝国宪法啊，行宪纪念日。迄天是日本的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互咱台湾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所以迄天，咱来改做。行宪纪念日。那么所谓中华民国10月25日迄天，较早拢讲何做啥？光复节对不？这是错误的吼，这骗人的。咱是战败国，
台湾迄种占领，咱哪有咧过这个什么光复节？吼、哦，啊，所以十月二五爱甲改做什么日？愚人节。吼、哦，嘛以后十月二五是愚人节。啊，了解了吼、哦。那么农历个五月七五，吼、哦，可以讲端午节啦，还是肉粽节？我已经无几啊年，唔捌咧过这款节啊，吼，几啊年唔捌咧包肉粽啊。那么农历个八月十五，伊拢讲中秋节。那么我是讲，咱个改，或者烤肉节啦，吼、哦。因为迄段时间差不多，介侪人拢会烤肉，啊，烤肉，这是已经敢若变一个全民运动了，吼、哦。其实烤肉是无介健康嘛，空气污染哈、哦。但是欢喜就好啦，啊，就一天尔，迄无要紧，大家欢喜就好。啊，无你就用，无一定爱用烘的，好、哦，用水煮的嘛会使哈。好，那么简单就是来讲今仔日、哦，我想着讲啊，过去这个孙中山啊死。孙中山号叫做国父，啊，蒋介石四四月初五迄天，咱煞变一个节日，讲叫做清明扫墓节，而且蒋中正死，哦，迄阵我落来唱一条歌，我讲叫伊都变做蒋公啦，吼、哦，孙中山国父啊，有做蒋公，啊，若即摆即个马英九伫任内若死吼。啊，嘛叫妈祖，哦，好啊，我将这个来恢复咱的内容哈。美军占领台湾的法理依据甲之前，咱昨昏也讲真济哈，啊，还阁有哈。那么这我拢差不多列三十项啦哈，啊，但我分初级班讲一半啊，高级班讲一半呢。那么接下来，飞弹射程啦、核武研制、甲暂时的军事指挥权，啊，拢受美国的管制控制。啊，那么包括咱台湾，啊，这个将来吼，那譬如讲阿强啊起兵来打台湾，那万一，啊，比短时间来美国来不及集结大军来保护台湾的时，迄个阿强啊，摕到制空权、制海权，那么过来就是要登陆战。那么美国迄边的想定，有讲那到这个状况的时，你中华民国的所谓恁的国军，归去为台湾西海岸的海岸线往内撤10公里，要从哪进攻？你这人民军队拢进攻，拢往内撤，和美国。来轰炸来拍，较袂误及台湾人呢。吼、哦，过来是安那阿强啊会拍金门，哦，这个古林头战役是安那也拍败，这就是过去吼、哦，国共内战的时到末期，国民党因为美国等于发布一个对华白皮书，等于放弃中华民国蒋介石的这个政府。所以国民党军规个士气大低落，所以兵败如山倒。所以阿强要那呛声讲，我要提对一个刀子，国民党部队就撤退啊，因为知影拍袂赢，拢先走。所以走到准走回台湾来。所以阿强啊，拄啊剩金门妈祖也袂摕到，因为遐渡海，渡海对。阿公来讲，伊无海军，吼、哦，迄阵上早因拢伫内陆个延安，吼、哦，所以无海军通去渡海。啊，即卖因一段时间了，吼、哦，就集结一挂渔船啊，用万船齐发，真正就要摕金门。那么结果啊，蒋介石虽然退来台湾，但是伊知影讲，伊若阁用较早旧个部署。那要用较早黄埔军校迄套文书安那？黄埔军校是苏联提供资金，包括咧训练遐武器，吼、
来起造这个黄埔军校，所以国民党甲共产党的这个军官拢是伫遐毕业。迄阵蒋介石做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是做啥？教务长，好，第二号人物。所以国军、共军，因即马咧讲，拢总是叫做啥？中国军，确实报唔对。因讲一个学校毕业的，吼，也老将官。所以，你国民党要修正的战略、你的布局、你的吼、哦、战术，互相拢了解。所以你变什么部？蒋介石你变啥部？毛泽东因只下骹只将官拢知。所以要拍国民党，做国民党军做好拍。但是蒋介石撤退回来，来到台湾的时候，伊发现讲，伊若阁照较早步，伊可能爱阁离开台湾，爱阁走路，可能爱流亡去菲律宾。所以伊利用伊的关系，伊知影讲，日本关东军较早伫东北咧，含蒋匪咧烧战的遐，拢阵营有一个叫做根本博将军，这是日本将军，伊做剿匪迄个。作战的能力，所以蒋介石派伊密使特别去日本去找这个根本博将军，拜托伊，包括伊的遐较早遐幕僚，甲聘请来台湾，换穿中华民国的军装，佮变作汉名，变作林本源用这个名，然后训练一挂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高级将领，而且嘛去金门重新部署，即马等于指挥官换人，规个参谋组个拢是日本只军官，因只参谋组个咧拟定战略，所以这个阿强啊，这将军安怎讲？若要提呛声，讲要提金门，应该做好提，可能国民党人民就要撤退啊，所以啊，真大万船齐发来，唔知影讲。建筑力更变啊！根本就薄将军都伫这个古林头这个海滩设下步步来兵力，跟阿卡米对抗者就撤退。啊，共产党军就认为讲啊撤退这正常诶，你有咧抵抗算介敖啊，因是作轻敌诶。啊，你撤退这正常，吼，就真正大军直入入来，唔知根本薄将军伫个后边迄边。不会快点，准为两边撤运，处理家因遐渔船啊，拢甲放位烧掉。哎呀，军队开一个缺口，可以一直入来，一直入来，你不要靠卡内底时，遐渔船啊，都要放位烧掉，哦，并无后援。啊，所以这人，都尤其迄阵各位，咱洪山吼高雄这边，咱的这个台湾军派两师去金门吼。就已经炸了，因知影阿强要拍，要摕金门，炸了派台湾军，迄批是迄个孙立人将军训练着，吼，啊个日本的将军有来指导。那么咱台湾军有啥物特色？含中国军、遐国民党军有啥物差别？台湾军要日本精神，士气非常高昂，哦，这个日本精神拢要足有诶，毋捌拍过，毋捌战败。我咱台湾军过去处理咧烧战，拢是赢的吼。尤其咱的高沙，高沙义勇军这真厉害。迄阵会当甲菲律宾真短时间退来，咱的高沙义勇军吼功劳非常大，会当奇袭战吼。而且日本的作者军官伫南太平洋的这个丛林战，拢是咱的高沙军甲救起。高沙吼，伊只要一支反刀就会当。以丛林吼，活足久个，活几啊个月拢免补给。那么你知影迄阵个日本军个部队，因为早期个通讯设备无遐好吼，有时啊过一座山，信号就送袂过啊，就失联了。有时啊后勤个补给食物，我都送予前线作战个部队。啊，无物件要好食安怎？好佳在咱高山，本来个山顶就足够找物件，设陷阱。呀，这野兽，啊，
还是怎样？什么款的鱼啊？新美价的？什么作为下骹有跟进的，这样挖开价，安尼咧供应这个日本人。所以日本人足尊敬高沙族的是安尼吼，高见，阿哥高求生。那报告有一个叫做李光辉，阿讲伫印尼遐吼，建后二十几年才有发现着。你看伊一个人咧吼，安尼有法度伫山内，拢无支援伊家己一个，有法度安尼活二十几年。啊，结果用发现找着了，送倒来台东，结果倒来食伤好啊！吼，即摆来有酒通啉，有肉通去食，逐工食好做功课，我连个中风都错开啊！好，讲到遐。即马讲到古林头战役吼，所以日本即马换咱日台湾军跑配合日本的这个指挥官咧指挥部队，台湾军拍死无退，唔惊死，为着要过台湾，因为迄阵金门算前线嘛，咧过台湾吼，为着台湾牺牲奉献，唔惊死。那么遐老啊咧，所谓遐老中国军咧，国民党军惊到屁屁错啦。拢比伫后壁，拢比伫碉堡内底，是咱台湾军伫头前咧战，所以讲古林头战役是咱台湾人拍赢的。那伊过去，那方国民党军无台湾军去吼，绝对金门失守啊，一定要阿姜阿退，一定投降。所以咧保护台湾的是咱台湾军，包括美国的第七舰队。你敢不知迄阵？那咧运补是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中央遐护掉咧，中华民国的所有的海军开始将运送补给去金门马祖安尼，所以正讲北部台湾是这个咱台湾军甲美国吼第七舰队，过来。因为这个是国共内战啦，哈。那么美国伊不爱插手，伊上计是讲给你做一个保护网，哈，给你保护你的补给线畅通安尼。那么啊，讲啊，毛泽东嘛知影讲，袂使去拍美国的军舰，因为伊知影这拍落就是变国际战争啊，国家甲国家的战争。啊，即卖咧拍这個。古林头战役，这是因的国共内战呢，要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战争呢，哈。过来，那么是安那阿强啊，敢拍金门马祖，唔敢拍台湾甲平洋，就是头先讲的，你若拍台湾甲平洋，就变成国际战争，变中国跟日本国，你拍日本国的国土呀，哈。所以毛泽东唔敢动。唔敢去拍平哦，一般过去，若要占领台湾，拢爱先把平哦占领起来，吼，这是过去拢安尼吼。那么，因为被占领区的国防是由占领军来负责，吼，即马你若来拍台湾甲平哦，美国哦占领军吼，美军就出兵啦，所以你拍平哦，拍台湾。等于向美国宣战，那伊毛泽东迄当时的遐错，他的脆弱的军力绝对唔敢，所以毛泽东头壳该清楚，伊千方设想就是爱交代伊下骹这军解放军袂使去动入美国的军舰，就安尼。所以毋捌听来讲美国的军舰伫毛泽东时代受到共军的攻击，哈，拢无。那么蒋介石过去拢穿军装哦，伫重要的庆典、节庆、会议哦，还是组织拢穿军装，因为知影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你讲看到捌看过蒋介石穿西装，捌看过，捌过也看过亚洲吼，敢有人看过？拢无。伊是原来捌穿西装，但是唔是伫台湾穿。
另外，伊呐，迄阵香港个头家，吼，即是1960年六月十八，美国总统艾森豪来访问台湾，蒋介石去香港机场甲迎接，另外伊穿个安尼，啊，伊头家煞穿西装，安尼上头家，看会出来吧？你是你敢若是受命代替美军来占领台湾，所以你爱穿军装甲穿好。头家你要来视察，头家穿啊真轻松，穿西装呢。那么蒋介石穿西装是啥物状况下穿？来，就是1949年流亡来台湾了，伫7月份去访问菲律宾，爱就来看纪念咯总统。你看拍领裤带无？无穿军装，你知影讲离开台湾了。哦，伊就无代表美军啊，哦，美国啊，哦，佮包括去韩国访问这个，佮在这个韩国总统，总统，要是名我用煞袂记啊，吼，以前第二任总统，韩国总统李承晚，哦，叫做李承晚，嘛是穿西装，迄个我老穿西装。好，咱来做一个小结论哈，就是过去美国立国以来，伊是一个是法治的国家，哦，三权分立哈。那么伊一切拢依法行事。那么美国总统是受国会，包括法院监督，国会来立法，和美国总统来依法行政，哦，伊唔敢违法，伊若违反国会所立的法，无照国会所立的法，后边有一个法院。会将来监督，也是来个弹劾，吼，哦，就是伫以后会将个，那伊判，因三权分立的合理安怎？立法部咱过去，伫咱中华民因中华民国系统拢讲行政、立法、司法，有无？行政拢排第一位，但美国无共，美国国会是代表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人民授权选在参众议员去来立法，立这个法，让行政部门总统来依法行政。啊，上下边靠一个法院，哦，司法部门来监督这个行政部门，监督这个总统。哈，哦，所以美国的这进步，就是因为一个真好的三权分立，哈，哦，这个制度。那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正港的地位，啊，就敢那。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咱拢过去拢有国民党一个思想控制，个媒体控制，伊那不要你知，拢暗砍掉，报纸拢唔报，吼。所以咱过去是向西呐，包括你即马讲新加坡迄个李光耀总统吼，虽然伊个。即五六十年，甲新加坡为一个小岛的一个国家，哦，做山寨国家，地理甲怎么变？伊的国民所得，哦，平均所得是全世界排第一名，甲要六一年甲要60,000块的美金。啊，这是为经济这个角度来看，伊是非常成功。啊，但是呢？伊伫民主这方面，哦，都希望人加正批评。所以菲律宾的人民嘛是希望控制思想，希望李光耀用伊个个人的魅力、甲能力控制伊个思想，控制掉了。那么菲律宾迄个新加坡，讲起来就敢那是一个李氏家族的一个公司安尼。伊等于李光耀做董事长，因囝做总经理哦，即马即林显龙，等于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是经营了袂歹哦，即讲实在，但是李光耀算一个务实派，伊嘛亲美，但是嘛同时嘛亲共哦，即伫过去，现在伊跟李登辉会袂合。就是李登辉伊家己讲，叫咱台湾袂使独立，爱去跟阿强啊统一，表示伊还佫有统派思想，有我中国迄个思想。那么
啊，伊家己唔去挖中国，伊家己也唔承认讲伊是中国人，伊承认伊叫做干那华人的后裔呢。好、哦，但是李光耀伊的优点就是讲伊足务实的，伊会当伫强国之间，互伊这个小小的一个新加坡这个国家，会当左右逢源。啊、哦，这波就是伊算。啊，讲现实啊，务实啊嘛，会使讲老狐狸，吼、哦，那算干巧。啊，这嘛是为着伊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啦，吼、哦。但是伊无想着讲，伊也无惊西方民主哦。表面上敢那是，但是咱知影讲，伊行合作，因敢那讲个名字叫做专制民主，哦、又专制又民主。嘛就算计，但你知道，伊用伊庞大的这个势力掌控规个国会哈。那么新加坡人因即嘛真自豪，哦，而且我有来想讲用一个动物来比例啦哈，做比对。咱用家犬比对这个野狼，新加坡人即嘛足自豪，我阮过了足好个，阮有厝有车，生活不匮乏，啥物代志拢有我个主人，大家长李光耀替阮想好好啊，阮都照听照做就好啊，免想伤济。哎，伊会笑，咱台湾人，啊，恁台湾即马继续弱个，吼、哦，生活个无像较早安尼，咱较早是亚洲四小龙排头前第一名，即马连四小龙不是，已经变成一只虫，伫马英九主政以后，剩一只虫呢。新加坡人甲咱笑，吼、哦，即马讲到这狗啊。只狗仔就问迄只野人讲：“啊，你有厝无？我有小木屋呢。啊，你有厝无？无。野人讲无。啊，你有人用物件互你食无？野人讲无。啊，你有主人带你出来溜达溜达哦，佚佗无？有人陪你耍无？有囡仔陪你耍无？”野人嘛讲无呢，我迄只狗仔就足看不起啊！你有够憨蛮呢，大项无。但是迄大个人安怎甲回答？大个人讲：“我有不吃屎的个性，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啊，爱能甲嚼甲倒嚼个。我有不吃屎的个性。”啊！我有家己的目标，我若有看到猎物，我若想要掠，我就会去甲掠起来。好、哦，家己有选择权啦，哈、哦！我要选什么人做总统，我一定选。好、哦，再过来讲，阁有我野野人，我有你，甲我无的，讲我的，我要。游荡要佚佗的所在足快，我有游荡的自由，我要去对，我就家己去对，我无像你用白条条拢白伫新加坡内底，安尼讲这艺术啦哈。所以台湾虽然生活无遐富裕，但是咱台湾人过去有无？虽然伫上早迄阵，迄个蒋介石白阿囝控制掉，咱迄阵拄啊跟新加坡作共，但是咱即马大家即个。台湾人在民主先辈，安尼努力打拼，已经，吼、哦，虽然伫政治上咱还阁受国民党真大压力控制掉，但是起码咱台湾人迄款奋发向上，好无？咱早期，咱做者小中小企业，拢是掼一家卡棒，就招聘全世界去接订单，所以台湾的经济唔是国民党来替咱打的基础，唔是。
是日本人50年的基础，教伫咱台湾人的身躯顶。哦，迄款有纪律、肯拍拼、日本精神，一定要拼到成功，迄款精神。哦，所以咱台湾人敢干呐，一个人英语也袂晓讲哦。捌几字啊？尔，安尼卡棒炸咧，羊片炸咧，安尼就招骗全世界啊！啊，这就是咱台湾人原来有狼的性格。但是迄个国民党安尼糟蹋，安尼咱还阁拼到今仔日，即款场面嘛无简单。如果当初国民党军蒋介石无来，咱真正是东方的瑞士，咱免发展遐侪重污染的工业，吼，免安尼。5000、6000，搁要起到8000，8000，后加再是以后环保团体也动了哈。所以台湾哪卖有国民党来，咱干那做什么生意得啊？观光得啊？观光是没有烟囱的工业哈。啊，因为咱台湾四面拢是海。关山啊，敢若2000公尺，去伫个山吼，3000公尺去伫山，甲要2000座。那么你也想，为你都市要落海，拢差不多1点钟，上山下海拢1点钟呢。吼，啊你也像家人，啊就高雄，迄个10分钟要上山下海，啊10分钟呢。吼，那么高雄也真好，高雄边有一个茶山。哦，这就真好的一个即卖自然公园哈、哦。好，那么以上种种的迹象证明，哈、哦，美国一直在管咱台湾，管辖台湾，占领台湾哈、哦。那么美军从来无离开台湾，一直占领台湾哈、哦。但你会讲我拢无看到美军，歹势。美国哈、哦，还佫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只是因即卖拢穿便服哈、哦，但是。所有的重要雷达站包括新竹乐山基地，好吧？迄雷达基地用美国咧掌控，一寡监听站，重要监听站嘛是拢美国人咧操控。好，过来，咱来参考其他国家自伫建国的一寡模式来探讨哈。咱来看古巴的建国模式，这是美国跟也叫一台车哈，5817B8哈，这台车有占着路哈，啊，请你甲伊转一下哈。那么美国跟西班牙，啊，修建。那么不贵过西班牙部队的书，所以在1898年的12月份，在巴黎签这个巴黎合约啊。那么根据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而且跟台湾盖港，然后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跟关岛和美国啊。那么美国在1902年的5月20日协助古巴和伊独立啊。那么你甲想？古巴在短短时间哈，另外1998年修建签合约，在4年后伊就独立起来。那么咱来甲古巴甲台湾的经济做比较，两个拢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啊。这个巴黎合约，美国是西班牙放弃这个古巴，那么这个旧金山合约，台湾嘛是被放弃。放弃，但你看，古巴独立成功啊，台湾到今嘛地位未定，这是因为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干那殖民地开始这样独立，啊，咱台湾是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所以无法度割让出去，所以美国尾仔咧签这个旧金山合约时，这个杜勒斯发现讲，哇，台湾已经经过日本。合法的建构主权，啊，佮实施日本帝国宪法了，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已经
挂袂出去啊！准讲要搁遵照以前的什么所谓开罗公报，还是这个波茨坦宣言，已经无法度啊！这你若搁甲割让出去，这个违反国际法哈，所以挂袂出去。搁咱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同款是因为巴黎合约，美国为西班牙取得菲律宾，那么受制于非独反抗军的游击战。台湾有台独分子，菲律宾有非独分子，啊，这非独分子拢去骚扰美军，去攻打美国的军队，啊，美军就派部队去甲追剿。但你知影菲律宾有4000几个岛，较大有2000几个，啊，这菲律宾的游击队就你来打，我就去走迄个岛，啊，佫逐日走迄个岛，美军往那逐家吼头壳摸咧烧，所以。到尾啊，美国阵甲菲律宾的这个反对游击队这个首领就来协商，讲啊，无你搁我吼关十冬吼，这十年，互恁菲律宾人学安怎，我甲你教讲要安怎统治这个菲律宾这个规个这个行政事务哈，啊，结果本来是差不多4-6年。以前那十年吼，都爱完成这个任务，结果中差一个日本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攻陷马尼拉。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准甲迄当时的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啊，这就是麦克阿瑟，伊伫只迄种当时伫只做总司令吼。伊个三军，伊等于菲律宾个三军个总司令哈，美军个哈，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你会当知影讲，迄阵自治时期哈，菲律宾个总统原来爱听美国个这个总司令个命令，哦，作为撤退。那么1945年九月初二，日本就因为美国甲牵援助弹，伊导航哈。那么菲律宾在美国协助下独立建国成功，伊7月7日，你注意看，美国咧协助菲律宾独立是7月7日，所以美国的国庆日跟菲律宾的国庆日是同款的。啊，你看看咱台湾民政府在2010年7月7日，在美国的协助之下，和咱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首都。使馆特区，咱嘛挂牌，吼、哦，咱所以这个含义足深的哦，哈、哦。好，过来咱来看立陶宛的建国模式。这就是诶，世界建了哈，苏联虽并吞这个立陶宛，啊、立陶宛都在乌克兰边岸了哈。那么。因为民间的议会在1990年哈，立陶宛的民间议会宣布独立。那么，伊宣布独立，其他国际社会还阁真怀疑啊，还咧观望，我恁咪算真啊算假，所以拢无甲承认。那么，立陶宛的人民因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和迄个投票率低于50%哈，所以国际就无承认苏联统治。立陶宛这合法性。那么1991年，哈，九月七日，立陶宛因家己伫这联合国哈的监督之下，完成独立。那么这个苏联是率先承认了，哈，伊想大势已去啊，从关于个承认。那么咱怎样为立陶宛抵制选举艺术来看，咱参与流氓中华民国建国的选举来选总统，还是选立法委员？关系长啊，这个投票后果啊，就讲、是，咱啊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到 W 所去打铁的门，去甲领选票，咱家己台湾人，咱先输一盘呐。你已经声明你是中国人，因为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参加这个选举，而且伫自由意志之下，你甲投票落来，算出来结果。我了嘛，那2008年甲2012年，是不是？咱两届拢算出，迄两届你若甲
看做这个，我做统独公投吼，咱输。所以咱本土台湾人爱对这任何中华民国流氓体制下国级的选举吼。琉球反乱模式，来，这个在1952年2月2号，琉球民政府成立，啊，那当时，尼米兹上将，伊是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总司令，哈，那么伊占领琉球了后，属于设立海军政府，不也搁啊搞陆军军政府。啊，另外也卡卡成立一个琉球民政府，来电嘛，行政、立法、司法。啊，这个琉球民政府是爱较亲美派的日本人来组成，哈、哦，爱听美国占领军的话，哈、哦。那么，因在1948年到1958年中间这10年是用美型军票，一直到1958年以后，卡用美金来做一般的币制的交易，哈、哦。那么，在1972年返还之前，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啊，这旅行证件已经写着安呢，啊，旅行证明书，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啊，啊，用这张才能离开琉球，这等于出国。因为琉球迄、那个琉球本来是日本的哈、啊，日本天皇的。那么琉球人本来是日本人，那么被美国占领了。就等于变日本的境外，所以你日本人若要阁离开琉球，要去东京做生意，还是要读册，要向美国民政府来签这本旅行证明书哈、啊。那么，赶快咱台湾赶快，咱去美国占领，照讲咱要离开台湾，要去其他的国家，咱来摕这本哦，类似这本啊哈 ，travel document 哈、啊，这个旅行证明书，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啊，那过去无这个部门，无美国国土安全部这个部门，这是因为9/11事件了，啊，在2003年，美国为了要统筹整个情报系统，以前拢各自为政 ，FBI 做 FBI，CIA 做 CIA。啊，警察单位系统，无平行之间无沟通，所以发生这个9/11事件，所以引人痛定思痛，整合这些部门，包括这个消防啊、救灾，拢甲统合起来，成立一个国土安全部啊。啊，那么包括海关要进出美国的海关，要经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来发这款旅行证件啊。那么，这个1971年的6月17日，美日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这个就是讲，1969年在咧协商啊。日本政府迄阵已经复兴了哈，重建拢建楼拢开始工厂拢运作足顺畅，拢赚外销物件拢足赚钱。因为迄阵日本的安全是美国咧保护，所以日本唔免开足侪钱伫国防的建设顶管。所以日本发展全力优秀的人才，拢去做生意，拢去发明物件，好、哦。所以日本赚足钱了，就开始想讲，那么跟美国政府来协商讲，我爱开偌济代价，你可要甲琉球还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应该迄条钱交了。所以伫1972年6月17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啊，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琉球包括那个钓鱼台、尖阁群岛，马周围拢献给日本哈、哦。那么这是属南洋岛，啊，咱要注意哦，拢无白公，哈、哦。所以过去然后这个啊，台联呢，还是这个民进党有讲啊，琉球是因为公投，他拢讲要等于日本的，无，唔是，是根据协商了。这个琉球返还协定，甲等于日本的哈。好，那么在琉球，在迄当时美军占领下，的指挥结果是建那个回归了，差不多20年后，较有一寡解密的资料。
出来了，给这些学者、专家来研究，结果因这个整理下来系统是安尼，这个美国合众国政府哈，下骹的国防总省就是国防部，下骹有美国军政府哈，下骹的民政府，较有资格下命令、下指示，予下骹的日本人所组成的琉球政府来管冲绳的住民。啊，你个对比在咱台湾这边，咱台湾国防美国国防部下骹的咱台湾民政府，哦，较有资格下命令、指示下骹的台湾政府，这个台湾政府就咱台湾人组成的哈，来管咱下骹的台湾甲澎湖的住民，同款。所以将来咱也依照这个琉球模式，咱可能回归日本哈，就是讲咱的美国。哦，可能爱跟美国政府来协商，哦，可能都唔是三亿两千万美金啊，哦，迄可能我九百亿个哦。好，那么咱台湾人伫差不多69年来，伫中国党嘅教育之下，足侪台湾人去学教育，变做中国人认同中国，啊，这足侪来咧。哦，我定下讲，2300万台湾人，哦，即马住伫即块土地顶端。那300万你把它当作纯的中国人，剩下来那2000万的咱本土台湾人，有一半，还有1000万人，去学教育，伊认为伊是中国人，哈，算背叛台湾人哈。所以咱拿2010年，这个日本的中华民国总统打算那个当作统独公投，咱两届拢输，哈，咱有一届2008年。通白曼就跟谢中鼎，谢中鼎输200万票。2012年通白曼就跟独派小英，成绩遐好，嘛是要输80万票。啊，你看嘛，那安尼经过民主选举的结果，咱有可能去哦，变作统派台湾再被中国合法并吞。你既然欢喜要跟阿强啊合作伙。你若甲做伙，其他的国家爱尊重恁台湾人的民主选择，吼、哦。啊，这是国际上是合法有可能。到时阵美日安保条约嘛，恐怕很难插手干涉。到时阵咱台湾人会沦入勇士浩劫，吼、哦，这作者来的，吼、哦。好，过来。咱若，比如咱台湾如果独立建国了后。爱负什么责任义务甲风险？哦，这我讲卡输哦。咱唔是咧讲咱将来爱独立，唔是，咱绝对是爱先回归日本，还是较来跟日本做邦联安尼吼？第一，台湾人爱纳税，台湾人爱家己做兵来保卫台湾平哦。咱台湾人爱家己用纳的税金来家己买武器，吼，还是家己来发展武器。而且在还没加入联合国进前，要自己自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律甲义务出兵干涉。咱拄啊建国嘛，还未赴来跟其他的国家建交，还是来签这个共同协防的协定、共同防御协定，拢要未赴，咱来家己自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啊，啊这。咱有东帝汶的例，东帝汶独立建国这个例来做例哈。东帝汶你这个所在，爱边后一个罗马国家，那叫做印度尼西亚，啊，跟咱台湾同款，咱边后一个国家，罗马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好，这个东帝汶在1975年11月哈，为葡萄牙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叫做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是在阿美富加入联合国。到港澳随后一年甲入侵并占领，伊1976年7月变作印尼的东帝汶省，了后20年时间统独抗争造成10万至15万人的死亡，啊，你看这真严重哈。那么然后伫1999年的9月3，还有8月30，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全民公投，当然。大多数的东帝汶人同意为印尼独立建国出来，哦，这
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好，那么在公投那年的九月下旬，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哥差不多杀台西一千个当地文的人，并摧毁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的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当地文还阁是世界上足散赤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要靠国外援助，哇！你看这有严重吗？啊，这敢是咱独立的结果？你所要爱的吗？应该不是嘛？在你还袂脚尾还袂刷在，哦，国力还没有恢复，你的部队还袂建构好，你要安怎防卫边啊这个罗马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在美国的政府管辖之下，咱来做一个比较哈，一线之隔哈。那你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来做比较，这个是美国的墨西哥州，下骹灰色的这是墨西哥的这个国家。那么你看伊这边界哈，墨西哥的人容易被偷渡入去墨西哥州，美国的墨西哥州，因为美国占领之下，哦，变成美国的一州。那么这个墨西哥国的人那边比较难赚，所以都一直在偷渡入去墨西哥州。好，表示说过去有美国变成一州的这个墨西哥州那边在民主法治的统治之下，哦，很好赚赚，很安定。那么来看每家边界两边来做比较，这两个国家水准拢差不多，哦，民主法治拢真好，人权拢真好。你捌听过讲，这个加拿大人要逃脱要来美国，还是美国人要逃脱去这个加拿大？啊，当然啦，作奸犯科，要通缉的偷渡迄有啦哈。但一般正常的无人咧偷渡，就上边无人咧偷渡哈。再来看一海之隔，共产党军占领中国，跟美军占领台湾来做一个比较。这边叫做红色中国，啊，这过去台湾蒋介石原来做袂见效，面皮有够厚，甲你号称叫做自由中国。咱台湾以后安尼拍甲死死死，嘛爱讲叫做自由中国，真正面皮有够。中国人真正讲白惨哦，脸不红，气不喘。啊！伊讲白贼，这有差不多三千年的历史啊。过去中国人哦，应该你嘛哦，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是吧？啊！中国人呐，移民去美国作奸犯科，美国人拢做个科学办案哦，测谎仪就早来就测啊，测无，心跳也袂加速。面嘛袂红，拢切无，啊！即就因讲白啥，讲甲出神入化，讲甲足温的啊，脸甲拢生正呢。好，那么这边你也想，写二十几年前，咱台湾真阴卡北，中国人拢一直要逃脱，为平潭岛，哦，福建这个外海有一个大岛。叫做平潭岛，查甫拢为遐逃脱来台湾，哦，表示伫美军占领之下，虽然委托蒋介石咧管，蒋介石嘛基本上无像阿强遐雄啊，吼，哦，阿强迄边安尼，啥物文化大革命啊，迄种台西做的人 ，OK， 好，咱台湾那伫美国。军政府下骹来驻地有啥物好处？有啥物优点？来看，第一免税，第二免做兵。所以咱即摆做兵，这是唔对的，这违反国际战争法，哈。那么剩下来国防军费，啊，这个国防军费拢爱美国负责，剩下来经费来建设咱台湾，变成东方瑞士的理想家，哦，这个有够好的，哈。所以唔免计较，哈。那么，过来，咱来检讨讲，用台湾的名义要入联，或者阿扁也发兵的，阿扁也做总统开始发兵这招。
啊，即嘛，啊，变成即家了啊，国民党嘛创一个，要用中华民国重新返回联合国，即两个咱来做分帖啊。伊台湾的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来首先咱来看，要入去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你要先变作一个国家，唔靠资格加入。那么咱来看，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唔是，因为呐，你是不是国家有认定标准？你要有永久的人口、固定的领土、各有政府、各有外交官。台湾国敢有人口？无呢，因为即摆伫台湾顶完，即个人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中国人，无台湾、无台湾国的人。有啊，有领土，台湾甲朋友，歹势，即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暂时。底下伫美国手里，吼、哦，我有一个政府，判一个，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我外交官判一个，迄、那个你甲摕迄个建交公报出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派外交官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派你的外交官出去跟人签的，吼、哦。所以这四项台湾国拢无，所以台湾一定。唔是一个国家嘛，吼、哦。用台湾名，若要加入联合国，即马台湾的目前敢那国际地位上是日属美战。台湾即马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唔是国家。美国所称的台湾，只是台湾治理当局这个简称啊。卡斯讲，台湾若要建国，爱照步，一步一步来，有五个步骤。啊，咱来看对五个哈。哎，你看，第一，爱要求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政权，然后把政权交咱台湾民政府，和咱台湾民政府主持，哦，家己选家己的哦领导人。那么，而且主持一段时间稳定了，爱个。要求咱日本的保国，跟美国协商，予咱台湾返还日本，跟琉球返还同款。返还日本了，咱若要独立出来，还佫要求日本的保国的参众议院去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来做法院。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才会当来办公道，哦，有法院来办公道，来决定台湾的未来。看你要继续。大日本帝国内底，哦，变作邦联，或者是咱要独立出来，或者要变作一个中立国，哦，伊同时都拢会当选择，哈、哦。啊，这是基本的根据国际法、国际法的步骤。结果即马民进党拢伫头前，也无要要求美军政府入来。而且，一声即马就跳来到上后壁，就要公道啊！所以美国从头到尾拢反对民进党，还是陈水扁要办公道，就是讲你拢无法院，你一声直接就要共跳来到后壁，吼、哦，拢无管讲这块土地是还佫日本天皇的，这块土地还佫底下伫美国手里，这两个世界上强的两个国家，你拢无咧佮信道安尼。所以陈水扁也有不要小布希讲是麻烦制造者哈 ，trouble make。好，过来，咱来分听讲，那以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哦，咱来看，咱来先看1971年十月如何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里底所讲的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伊个政府个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个唯一合法并代表，哦，唯一合法个代表，并立即将蒋介石个代表位于伫联合国组织甲其他所属一切机构所非法占据个席位来驱逐出去。哦，即北京咪要有时啊要还。闽南语吼，有时啊，咱平常时无咧安尼读吼，啊，讲袂啥会顺。
比这二七五八结婚，你就可以看出讲中国迄、那个骂骨 China 拢无离开，拢无退出，只是换人换代表你要坐迄个位呢。吼、哦，你注意啊，即个看即个文。你若讲迄个刀啊，加迄个名牌，伊也拢要滴咧，只是这伊也换人坐，换上坐。哇，毛泽东派去的代表者。那么，陈水扁在创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就是讲我不会跟你抢迄个刀啊，迄、那个名牌加迄条衣啊，我给你做一条刀啊，做一个名牌，做一个台湾的名牌，做一条以后我要坐在边啊，不要跟你抢中国迄个代表权。那么马英九要重返变成啥？就是搁要当一抢。这刀啊，名牌衣啊，好、哦，好。另外，这个圈啊，拢要对的。今麦这个是毛泽东，啊、哦，共产党权所派的代表去里来坐。OK。好，啊，那么咱来解读这个圈啊，这个翻译哈。贵阳江大河的瓷器哈，它给烧白瓷哈。哦这杯啊，这盘啊，这碗，哦，澳洲迄阵也无迄个制作的技术，哦，所以瓷器去伫澳洲足贵的，哦，甚至比黄金佫较贵，哈、哦，因为瓷器足够破啊，沿路要坐船啊，还是要为丝路安尼用骆驼安尼看靠靠去到澳洲，哦，迄运输的成本足悬。好，过来，支那，这个支那是七那哈。是日本用发音翻译过的，日本在讲中国拢讲西纳哈，西纳嘿，诶，支那奴，诶，中国人怎么来听了支那吼，都起动啊，都掉高啊，足受气安尼啦，啊，人是音译，像咱美国咱吼，诶，三四十年前咧流行这个迷你裙 ，mini 哇，较短物件，较小项的拢叫 mini。哎、欸，音译啊，人这嘛是用音译安尼，干那，干反正气呐安尼吼，袂得啦，唔知咧受气啥货吼。啊，那用台语讲都劝啊，啊，这嘛音译啊，啊这嘛吼，咱较早有一句话讲，食国民党诶无，你们吃哪？我即马拄讲拆厝上好谈，拆厝啊，跟建商来合作起厝吼，官商勾结上好谈。我即马中国迄边咧时间，啊，拆哪里？拆哪里才有钱赚？啊，拆倒位较有钱谈。我即马钱哪？有钱好办事啊！吼、哦，你若去办代志，伫公家部门送物件，啊，但心拢袂过。啊，伊就会跟你讲，啊，你都没有提前来讲，你拢无赶钱来讲，唔是提早来讲，哈、啊，提前来讲，即嘛前来就讲，即嘛拢咧创一寡波，安怎创靠钱，通去摕，通去练，啊，中国人即嘛就是讲，那么是食共产党的啦，啊，无就拆厝拄光的啦，啊，对了，有钱好歪吼，都迄、那个。回去都没去的所在，我看无咱先到这先休困吼，啊，咱休困十分钟，吼，十分钟后咱再过来继续上，吼，好，休困十分钟。